家好，我是 TWIS KK 天宇。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是包包收获。那我妈妈有买一个背包，不过是免税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拆开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们先拆送的吧。那月在外面虽有杂音，上一部影片已经有说过，最近比较多在外面拍的影片咯。这个牌子的日本牌子，这贴纸很漂亮，那我就把它拆开吧，这是送的哦。拆开来了，它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有金色的字，然后它可以用提的，它可以用背的，背在这里面。那我们就把里面打开吧，它大概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它也可以用提的。那有这种扣子，打开来它是有两层的，这一层和这一层，有两层。那我刚比一比，卡片是放得进去的，然后这个可以放我的偶像学员手机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放卡片之类的东西，反正它就是有格子这样子，就可以放你要带出去的东西。那我们把背带也放上去吧，应该是装不是放，嘻嘻。你先吹。那背完就是这个样子，那很长，一只是大人的，但我的屁股这里是，它是白色、蓝色，然后跟粉色的，它也可以摘下来用提的。打开来。它两层的 ，OK， 背带也可以拿掉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背带可以拿掉，就可以变成小小的手提包了。最后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加按赞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